头球有点挤到左外野手过去，那没问题。OK， 哦，詹子贤在界外去把这个球给接杀结束了。六局的上半部，现在对还是9-9平手。我是桂桂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节目《兄弟你来说》。